今天金言的主题呢，就是港乐与我的一生所爱。爱那个字好大，世界上不只有爱情和友情，亲情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。谁的一生不是爱的一生？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？快乐过生活，我拼命去生存。一日情况你给尘梦埋下。I love you， 你会否听听吗？换角色。本次主题下最佳合作金曲排名第一的候选歌曲是。